兴起成为大军。默想经文约珥书三章九至十二节。我们相信拿细耳人的生命是可以翻转城市和国家的。圣经说，末后的日子，神会为他的百姓火热，要恢复我们，将他的灵浇灌所有人，圣灵要大大运行在全地。唤醒沉睡的教会是神的渴慕，他已经预言要在各地建造他的军队。神正是呼召紧各地的百姓起来成为大军，这支军队不是由人指挥，而是神亲自的指挥。求主让我们活出他的旨意，在我们里面动工，赐我们智慧和启示，分别我们脱离世界的系统。各国都要苏醒，兴起成为勇士。